最适当的人，最有机会胜选的人代表中国国民党参选，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意志。在当主席之前，十几年前，我有鼓励过他是不是从事公职，那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。我一定是公平对待任何一位党员参与初选，我都会绝对公平公正。谢谢，好，谢谢啊。